我已经帮你报名了，明天开始上课。我才不要嘞！你干嘛不要啊？你把自己吃成这个样子，你难道窝在里面煮菜煮一辈子？能力跟身材是两回事嘛。我真的很讨厌被人家嫌。知道，来吧。小姐你好，阳光快递。很贱哎，他眼睛又不是瞎了，怎么会摊上这种死胖子啊？你们看看多恶心啊！小雨，我问你哦，你妈妈知道吗？不要说，拜托你不要说。只要你想要，我觉得你一定做得到。你管他们在讲什么？你女朋友。你胃口很大呢。放开我！是不是不管我多努力，在我瘦下来之前，对你来说我都是一个失败品？对不起啊，妈妈。你怎么不看看你自己？你真的有在努力吗？